保健对我来说呢，除了身体要健康之外，心理上的健康也很重要的。我每天都会把我自己从紧张的工作行程中脱离，那晚上我才会睡得好，不然的话隔天我会感到很焦虑，感到很情绪低落。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情绪很紧张的，但是我从来没有遇过一个仪器能够测量多少的 tension。 那这家 uDream 能够测量出我的 stress level 有多少的话，我相信我每天我都会用这 五种感官的 experience 加起来，是一个太神奇了，我是 like 我去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这样。OSIM